Alpha Ocean, 75 years ago today, was born at Noor Jingzhai, Dongmen Town, Taipei City, Taiwan Provinc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home of a new immigrant from other provinces who moved to Taiwan. The ups and downs of life come only for one big thing, and do a big thing well. Now I know the opportunity. Now I know the opportunity has come. This big thing is to make a big cak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n make a small cak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day on my 75th birthday, I really made two different flavors of cakes. Informed of the 23 million people of Taiw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 have now invited the successful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successful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leaders of the Taiwan region. And the leaders of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in Taiwan who have different political demands, as well as the young people in Taiwan who are active and courageous. And the young people in Taiwan who are active and courageous. Look at the sea in front of everyone. Listen to the voices and demands of all the people, and cut a piece from the gift box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ake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cake to dedicate to you and our family. I hope that you and your family can love and accept the painstaking efforts and hearts of the heart of a child to find a needle in a haystack. Listen to my voice. Chinese is not an enemy of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lthough we are not related, we need each other. Each has different advantages, and no other two countries have ever been able to cooperate like that, despite the necessary competition and sometimes some conflicts. WH. 我相信呢，拜登的团队也是聪明的，他们也会借鉴这个富兰克林这个罗斯福总统这个在二战期间这个珍珠港事件的一个案例。珍珠港事件这个案例呢，我先简单说一下。在珍珠港事件案例之前呢，就是1941年呢11月7号以前，美国的是陷入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经济上有点通货膨胀的危机，同时呢也有一个门罗主义，美国的人民是不希望卷入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就是那个俄罗斯那个和德国的战争，也不希望卷入日本和对华侵略、对亚洲的侵略的战争。但是这个时候，罗斯福感觉到要用一种战争的危机，要把引火烧身，要把这个战争的危机啊加到美国人民头上来，就像现在拜登想要把这个乌克兰危机、台海危机这两个国家的两个核大国的危机加到美国头上来，有这么一点点相似。加在这个头上来，就可以刺激美国人民的这种爱国的热情，同时投入这个卷入战争的一个亢奋的状态，一个强烈对抗这个冷战状态，这个就以此来提高美国人民的生产力和国家建设，刺激这个整个国民经济重新来布局。如果有这种想法，用这种方法来调动美国人民的积极性，我认为拜登总统这样的想法想错了。因为当时我们说罗斯福啊，在事先的时候是得到了日本和中国的得到日本的军机啊要来偷袭珍珠港这个信息，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呢提供了很多情报给这个美国自己也得到了这个日本要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但是就把这个事先呢把这个航空母舰撤离了珍珠港夏威夷但是用2000多人的这个美国官兵，珍珠岛的官兵，这个代价点燃了这个美国10月28日这个罗斯福在一个国会山进行的对日宣战这个演讲，从此中国宣战，各个全世界国家
都跟着美国一起啊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紧接着这个形势呢就发生了一点点的转变啊。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这么一个套路啊？啊，那么这个乌克兰战争和台海的这个战争是不是那个珍珠港啊？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啊。但是我希望呢，换一种博弈的方法，我们用和平的方法，来真正来认识台海危机的怎么啊的潜在的台海危机怎么来化解，乌克兰危机来怎么来化解。欧洲的形势呢，现在又多出一个立陶宛来，立陶宛呢也在挑事儿，立陶宛把自己绑到欧盟和北约的身上，牢牢的抓住美国这个救命稻草，希望啊以自己啊这种就叫做这个牛鳞过河。这种跳进河里吸引这个鳄鱼，吸引第一个鳄鱼的吃法，让后面的北约和这个美国呢啊来过这个河，就是把北约和美国拉入这个世界大战这个场合。我认为啊，这种志愿者行动是危险的，是不值得，这种不是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啊捍卫主权国家主权的英雄。用这种方法来捍卫联合国这个规则和主权，他认为自己是主权国家就主权国家，这叫恶意操作操弄啊挑事儿。这种博弈我们现在呢啊我现在呢把几件事情一一的来分解一下，解剖一下。我说过我是学解析，我是学数学，应用数学的，应用数学就讲究啊，在这个博弈当中啊，如何来进行啊博弈，能够取得比较像最短路线法，另外呢啊最大收益法。还有这基本评分法，你说台湾问题是一个原则，这个我就说了，我招聘到蛇口工业区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考试，一个招聘考试，那个考试的题目呢就是他出的题目不完全就是不准确，就像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就是不确定。而我呢就把它分析了几个可能性，当然我是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到这道题的。我今天就用数学的方法来回答一个中国啊，我先回答一下一个中国的问题，另外再回答一个美国的这个拜登提出的一带一路问题，还有一个我提出回答这个我心里这么想，回答这个拜登，如果要是拜登想要和习近平会面，想要以这个一个和解的这个如何和解，现在是把习近平推入这个冷战的对手也可以，把习近平拉起手来啊，中美两国和解也可以，推向你现在做的事情到参加欧盟会议，参加谁那个现在出走这个去见那个阿拉伯，去见那个那酋长国那个国王也好，你现在进行时是在走一步一步走向冷战的思维，一步一步把日本、韩国和北约拉起来，澳大利亚拉起来，拉在一起，正在形成一种北约和中俄两个对抗的一种局势。也就是说，我认为你在一步一步把美国人民绑上这个危险的一个战车啊。我现在呢，就是在。悬崖勒马的这个挑战你，就像你这时候在美国呢每个公民都可以挑战他的这个总统，挑战权威。我现在就站在白宫的对面，在我的南面，就是我的对面就是白宫，
White House 啊，那么我就在挑战白宫，我在挑战 President Joe Biden， 我也在挑战啊国务卿安东尼这个布林肯，我挑战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你们听一听我的分析有没有是不是符合道理。我知道现在在美国对华关系上存在着很大的纠结，很大的分歧，特别是现在是这个叫鹰派呢占主流，而我这个叫做鸽派啊，鸽派的声音我在2016年到2020年这个特朗普2016年到2020年这个特朗普这个时期呢，我因为我是白总统的公民，大家听清楚了，我这个总统的公民呢就是白宫的公民，就是为白宫总统啊提出建议提出挑战的这么一个公民。我这个称号是米歇尔奥巴马2010年啊1月份在通过 email 这个给我的 email 这个专门给我 email 提名，在总统奖这个那个提名当中提名我为美国总统的公民。那么这个 citizen 呢啊president citizen， 那么这个呢这个称号呢是一个虚名，我自己呢却把它自己当成一个啊我自己就努力去实践这个啊实现这么一个形象，我就是要挑战白宫的总统 president 啊 White House president 这个团队。奥巴马时期我出了很多的主意，这一点我不在这里多加表达啊。米歇尔奥巴马为什么给我这么一个提名啊，这个是当然是绝不是因为我做了一般般的平平常常的事情啊，我绝不会得到这么一个啊美名，因为这个是授予外国公民的，它不是授予美国总统公民奖，它是授予外国公民的，不是授予美国公民的，是授予美国总统的公民奖，这个是给外国公民对美国人民的和这个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啊，这个提名。当然了啊，能够提名我觉得自己当之无愧，我觉得在现在目前为止在我这个12年在我提名以后的12年过程当中，我在美国这个茫茫人海中，我还觉得我这样的人属于少数啊，就叫做光荣的少数也好，是捍卫真理的少数人啊，具有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啊成功者。我到美国来，我现在呢也是成功的啊，我能得到这么一个称号我足了，对吧？人生难得一知己，得一知己足平生。我觉得奥巴马还有米歇尔奥巴马是我生命当中的难得的贵人。当然啊，我这个感恩是一辈子的啊，这不是用我的语言，而是就要用我的行动，我现在的行动就是感恩的一种具体的行动。另外我也是啊，特朗普啊，那个特朗普的这个团队那个 team 这个宪章团队 team 里的 member 啊，我这个我为什么也这么开诚布公的这个说出来，就是因为我不是站在哪一个党派身上，因为我发现了不管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对中国这个策略来讲很大一部分都存在一定的误解。那么我参加的误解是什么呢？在数学上讲就是偏差，离真实的中国这个有个误差，我就是做误差分析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数学语言，这叫前误差分析和后误差分析啊，一种是鹰派的误差分析，一个是左派的误差分析，鸽派的误差分析。民主党的这个误差，
民主党对华政策当中有蓬佩奥还有这个余茂春这样的极右的啊一种人一种共和党的一种主战的鹰派的挑战中美中关系的啊这个希望美中关系恶化的仇恨的啊彻底改变中国的制度的这么一些人，包括了在美国有这么相当一部这样的希望美中关系恶化的一部分华人啊，为数还不少，包括台湾的基督教协会这个我在这里，因为我在美国嘛，我去过好几回啊，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天主教台湾所有的这个台从东岸到西岸所有的啊美国的这个台湾办的那个天主教协会的那个教会都是民进党的啊，藏污纳垢的地方，仇中反中，仇恨国民党的地方。那么现在呢，国民党说 we are here, we are back， 现在朱立伦走了，现在那个谁又要来啊？我觉得来多来几次也好啊，看看美国怎么样子，就踏踏路嘛，就是探探路嘛。我因为毕竟要走这条路，我为什么要我欢迎他来？包括马英九，我要跟他马英九执政八年，我和马英九啊称兄道弟，打了八年的交道。其实我和马英九在。马英九当市长的时候，我就和马英九打交道了，因为我们都是马家人，祖籍都在陕西，他们后来去了湖南，我们后来去了浙江绍兴，就马鞍山，那么他小姐他是在香港生人，我是在台湾生人，我比他大两岁吧，我在特别是在台湾的那个这个核四。就核电站这个问题上，我给他提供了，那时候发生了日本的核泄漏，我给他提供了在日本的这个核泄漏，日本在美国举行的这个日本核泄漏的分析的案例，就是分析日本核泄漏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说核泄漏这个核物泄漏不能够因噎废食而主张再继续办核试。这个把台湾的核电发展下去，我在这个问题上给马英九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美国的第一手的资料和权威的人士，我对马英九的支持，马英九是能够感受得到的。马英九给我很多回信，包括吴敦义、马英九、张亚中呢是我是见过一面的，见过就是在我们这个楼下，这个旁边有个这个。这个 Spring 那个 Hotel 在那里我们见了一面，叫 Rio 这个地方，我们在这儿见了一面，有一段简短的谈话，就像孙中山和严复在伦敦1905年举行的一个会谈。我是2014年和张亚中呢在这里，那个他在张亚中到这里来宣传那个孙中山学会。中山主义，然后在这里这个游说来了，又大话不，又他办了个讲座之后，他回到这个宾馆，正好是在我们的楼下，我跟他见了一个早晨时间，见那个十几分钟吧，就谈到了一中铜表这个问题。我今天花个十五分钟的时间呢，谈一下我和马英九和张亚中这个关于一个中国那个九二共识的深化，就是一中铜表还是一中各表这个概念因为大家呢就包括现在很多人都在张亚中也在解释一中各表这个九二共识这个概念，我认为大家缺少一个这个叫做那是逻辑分析吧，这概念分析。首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的承认，美中关系
这承认的国家是什么？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这个中华民国是在联合国是代表中国的，大家听清楚了，联合国是代表中国的，在联合国上的国家的承认，就是在这个在联合国成这个组织1945年承认以后，代表中国的是国家的名称叫做中华民国。这个大家没有问题吧？这个如果大家肯定这个字，我们就把这个肯定的这个基点，这个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呢？先肯定这个能够肯定的部分先肯定下来，这个叫做然后我们切蛋糕怎么来切？首先解决问题呢，就分成两步，一个是能够确定的承认的部分，共识法律共识的，我们就把它确定下来，不确定的我们把它提出来分讲清楚。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确定的部分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国与国的关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与国的关系。美台关系是什么关系？不是主权关系，台湾没有主权了，因为中华民国的主权只有一个，主权不能分割，在联合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了中华民国了。这一点有没有疑问？台湾这一点美国没有疑问，台湾会有疑问。台湾说中华民国就是我，中华民国政府就是我，台湾政府就是蒋介石是总统。错了，蒋介石总统在1971年这个27/58决议以前，他是具有代表中华民国的合法资格。27/58决议以后驱逐了蒋介石的代表，蒋介石再也不具有代表中华民国的合法资格，就等于那个特朗普你下台，你想用1月6号这个行动来证明你还是中华民国的这个唯一合法代表，那就错了。然后呢，这个错的就后来就影响到那蒋经国也没讲清楚，蒋经国以为他还代表中华民国，李登辉认为中华民国现在在台湾了，是我来代表中华民国了。这个又是错误了。美国认为台湾不具有代表国家的主权，也就是不能代表中华民国，也不能代表任何一个国家，你没有国家主权，你就是一个地方政府，你就是一个交战集团，就台湾就变成了一个抗拒统一的交战集团。这个法律上的定位是这样的，人民人的观点，你是个交战集团，就像就像什么呢？打仗了，这个国内战争，这个南方就是南方的那个南北战争中的南方集团就叫做这个叛乱集团，南方集团它成邦联嘛，那个叫联邦成立那个美利坚邦联共和国，这个叫叛乱集团，这个叫做分裂集团，secessionist 就是分裂国家的一个集团。国家想要分裂国家的集团，就是所以后来中国制定那个反分裂法，用的是分裂国家的集团，secession 吧，我这个单词可能是用的不好，分裂是用的分裂，就是和南北战争的这个提法是一样的。林肯战争呢，就是进行Civil War， 就是南北战争 Civil War 就是那个分裂战争。所以呢，马英九从前总统。那个张亚中那个教授，那么殖民学院的校长，还有这个包括这个我的好朋友蔡正元，还有邱毅先生，还有这个什么宋金山宋梅啊，还有这个我很崇拜的这个雷倩小姐，我跟大家讲，台湾没有主权。这一点蔡正元讲的非常准到位，台湾不具备任何主代表主权的那个台湾主权，就没有主权，台湾的地位很清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啊，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个法律这个定位在这里。首先你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你就知道你自己啊，然后下来一步，你这个蛋糕怎么切，这个蛋糕怎么分，确定了中华民国这个蛋糕，这个中华民国的蛋糕在谁那里？在北京，不是在台北，在北京，你可以叫中华台北。但你不能够叫啊，这个叫另外一个中或者台湾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台湾是个国家，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一个 province，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的一个代名词。你不能又拉着啊中国香港，你又把香港当成一个国家，这个就道理是一样的幼稚和荒唐，这个叫做无知。所以你蔡英文的这个。博士那个法律博士文凭呢是假的，假文凭一样啊，弄虚作假文凭一样。我这里啊，我讲的这个讲到这里，我讲的慢一点。我现在的确定的部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的国号，中国现在不承认，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这个认识上的无知，就是认识不到位。我们说的啊，邓小平在对这个方面的知识是欠缺。毛泽东对这个事情认识不清，当时啊，这个当时在建国的时候，建国以前是清楚的，一种写新民主主义论是清楚的啊，新中国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句话对的。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另外一个国家就错了啊。另外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也是对的，因为你是。啊 ，government 是承认的方式，是政府的承认，啊，而不是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就对了，啊，那你不能说现在台湾是一个中华民国政府，不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在北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是中华民国政府，这个概念大家不清楚，不清楚可以放在那里，啊，这个共识大家慢慢去理解，以后。拿到法律去分析，这是我这个正的分析，正能量啊，正能量有负能量，负能量的误这些误差就产生了。在这里呢，由于物质，由于政客的需要，就故意把这个东西啊，这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就把故意就用这个中华民国来包装这个台湾独立，台湾独立和台湾独台。这么一个旗号，这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民进台湾民进党所犯的一个错误啊，这个错误认知错误不是死罪啊，在认知问题上呢，这用人呢，用国不能用国家主义来包这个来代替个人的选择和自由，那人民有选择的自由和主权。另外一个观点，台湾是。2300万人民在台湾，这个错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华民国这个主权下的台湾，也就是14亿2300万中国人民的台湾。台湾在这里的能拿到的一部分，就台湾的这个治权的一部分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代表的主权当中里头30个省。啊，给你设立一个省，你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华人民国这个版图当中的30个省当中呢，你只连三十分之一，你只有1/30的一个省的一个自治权、管辖权啊，这个管辖权不是它属于台湾人民的，台湾人民如果放到。中国人民主权这个当中，人人平等的主权是14亿2300万，你就想到只能占2.7%，所以说你在这个在中国全中国人口当中，你只占1.7%，你这1.7%的人口拿出来啊，给你一点惠台政策，你不要把它这个得了芝麻的啊，把自己就夜郎自大了，这个就是另立自婚。这个就叫蛋糕，我们把蛋糕做大，把台湾做成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哪一部分？中华民国，台湾一旦变成中华民国了，它就变小了。
对吧？你切下来蛋糕就变小了啊！你按照省来的省来切，你能切到1/31啊！1/30是什么概念？台湾的啊，在这个主权里的治权就是什么概念？那么在人口部分，你是1.7%，那么你就1.7%的时候，你拿到这个，你在台湾人人人平等的话，就买个。每一个台湾人能拿到中华民国的1.7%的啊，这个人民主权，所以你在选这个表决中华人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权利的时候，比如说投票的时候，选择投票的时候，选票的时候，参议员选票或者选举的时候，你只占1.7%啊，这个就是给你分的蛋糕是这么分法。我给讲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我你因为我那天说了一个大老婆小老婆这个分家这个分法，大家觉得我侮辱了好像蔡英文，因为蔡英文的母亲就是他父亲的那个叫做二房吧三房啊，我就搞不清楚。那么假如说这个分遗产怎么分？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叫做这个遗产分配法。你到法院去就是这个就是这么分配的。大老婆说我要占全部的遗产。如果他没有遗嘱的话啊，如果这个蔡英文的父亲没有遗嘱的话，那么大老婆说我要全部的遗产。二老婆说我要一半的遗产，因为我虽然我是小那个妾嘛，但是我要一半的遗产啊。有三老婆说我要1/3。如果没有三老婆，我们就说假如他是二老婆二太太，二太太分的时候，那么到法院里去打官司，他能得到什么结果呢？首先大家把你的要求提出来，他现在大老婆提出来我要100%，那么二老婆说我要50%，那么你二老婆就同意了大老婆有50%的权利，对不对？就争议部分不存，这50%这你要的一半吗？另一半你不没有要求吗？没有要求，这共同的部分就是共同的部分，这个就是50%是共同的部分，所以这50%是肯定下来的，大家都同意的，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你要100%，他要50%，那么剩下的有争议的部分还有50%，这50%就一人一半。你要50%，我再给你分50%，25%。那么大老婆再分那25%，就是又拿了25%。25%大老婆是25%加上50%，就是75%。那么大老婆拿到了，在这个蛋糕里面就分到了75%，在这个那个二老婆呢就拿到25%的这个权益，这个就叫做法院的公平纳什博弈，就这个分配法，同意的部分搁置下来这就是共识，就像为什么？那个大陆叫强调一个共识92共识，你同意部分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讲92共识是另外谈。我告诉你，这是叫做纳什博弈的分析方法。马英九是学法律的，陈水扁学法律的，不懂数学张亚中见多识广，对数学数理这个分析不太清楚。数理分析就是讲究纳什分配的，我们在讲的更准确的一点，我是学这个计算数学的，就是搞那个有限元分析，就是误差分析法，包括我们在那个卫星观察，那个中国的卫星观测站计算所里面，我们很多我们的同学很多去当兵，毕业后去当兵打导弹，那个数据跟踪那个就是我们的专业，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数学分析的专业。我就是在不断的跟踪，我首先跟踪的哪一部分先跟哪一部分先相似，我就叫有限元法，和这样条分析样条函数进行逼近，
逼近到了一定的比例，还在进行不断的调整，不断不断调整，缩小缩小缩小，缩每次缩小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最后达到逼近。经过高速的那个都是用计算机，千万非常快的计算机来高速计算机来进行计算，所以才跟踪导弹，就是这么打法。这个就叫误差分析啊，你误差的时候有时候超过了。共和党超过了这个一中宪法了，往这正面超过了，这边呢又软弱了，软弱就割派了啊，这民主党又割派了啊，所以呢啊，一会儿说亲中，一会儿说那个朝中，这个就像那个彭飞奥和余茂春，他们都不是学数学，他们也没有既没有数学的经验，又没有这个改革开放这个经济改革的实践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他们没有从商的经验，所以他们讲的话不是过左就是过右，过左我们叫做超前那个前误差分析，偏右我们叫做右那个右误差分析，这个就是你偏右了也不行，偏左了也不行，你只有那点唯一的那个切合那一点，重合那一点，这个找到这个叫做啊真理，Everything is true， 就是要去找那个子弹打子弹那一点啊。所以呢，我们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啊，就叫做啊那个遗产分那个分配法。那么现在台湾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后一个遗产，内战下来的一个遗产。现在就是现在的维持现状。马英九说的维持现在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就是什么现状呢？啊，就是战争状态的现状。所以我跟马英九呢在联系当中，我跟马英九就说了，你要追求统一的话，你要按照国统纲领来的话讲的话，就叫国家尚未统一前要追求统一，你这个做总统的你要想办法来化解这个签订和平协议。和平协议是战争法里面的一个条件，你知道马英九啊，听懂了也回答了，经常回答我几个字，谢谢我啊。但是呢，你知道真正的主权，台湾的主权在哪里？台湾的主权现在还没有，现在是名义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享有中华民国的主权。但是中华民国的这个主权现在还没有完全移交到中华民国的，没有完全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因为你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你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到占领台湾，所以你得不到台湾的完全的主权治权，这个就是蛋糕啊，就是分到现在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还没有完全统一这个国家。邓小平没有理解这个分蛋糕分这个台湾这个蛋糕这个分法。江泽民说一个中国，江泽民是我父亲的同事啊，所以我也很尊敬他啊。我江泽民在这个执政期间呢，我父亲被调到一机部啊，这个质量管理啊。一机部那个就也是中央那个就是等于第一机电局了，那么就是中央这个工业部啊，去搞质量管理，搞标准化，搞这个就是个专家顾问了啊。我父亲呢在晚年时候享受了这么一个待遇，就是给他一生当中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什么我父亲后来啊以一个中央国有企业的一个厂长的名义啊，来买了一个房子给我父亲作为养老的一个资金，当时是8400块钱就买了一套西安石油一汽总厂的这个家属楼啊，厂长的家属楼，就签订了协议的。所以我要感谢这个我既感谢邓小平给我一个机会上了大学啊，也感谢江泽民对我父亲他们的一个工作上的安排啊，也感谢这个四川重型机器厂对我父亲这个后事的料理啊，就派人来专门来这个那个来料理
我这点我父亲来讲这个不说了，我们感谢知恩够了，就是说我们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啊，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啊，这个在那个这个也叫起义人员吧，二八之后弃暗投明这条路，我曾经问过我父亲，你后悔不后悔？我父亲说不后悔，他说我在台湾早晚是死，我到大陆来还能给新中国做一点贡献，确实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确实很像特务，他们确实具备特务的全部的技能啊，翻译、电报、通讯，全部的这个啊，在那个西南联大那个电讯这个电报传讯啊，翻译、电报笔译，全都具备，他具有完全的特务的职能，但是他不是特务。所以叫做文化大革命开始呢，就那叫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就是被清理的对象啊。我们家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我父亲呢很大度的就活下来了，因为他有一技之长，他能够修车，他在那个单位呢叫做实习厂，就是中技校，那个是那个重型机械厂的子弟学校，那个红卫兵里有一个是我的同学啊，那些我的同学呢就是那个就是我太太的哥哥，在那里头经常去看什么呢，就照顾他。而且呢那些红卫兵呢，因为他修车嘛，有求于他，对他都还比较好啊。这虽然红卫兵是不管那你呢？你是特务不特务的？只要你能帮助我来做什么事，那我就啊，我就是另眼看待，但没有政治立场的啊。所以我父亲呢，对我这个同学呢，就是我老婆的哥哥呢，啊，也有一定一份感谢感恩吧。所以我们后来这门亲事才谈成。这个是后话。我还是在讲那个台湾问题啊，台湾问题刚才没讲清楚啊。台湾问题呢，中国为有一个，现在我问我在我是中国这个对台政策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我是一个基层那个排头兵，是我是在第一线，就像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是第一线这个实践者，就是给邓这个。不想当将军的这个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啊，我是不想当将军的好士兵，就是冲锋陷阵的好士兵。所以呢排头兵这个会长，第一届会长我是这样，我一直就是从198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1986年到现在大概将近40年了，给我放在这么一个位置上呢，啊，就是实践的这个实践者，决策呢是江泽民呐、邓小平啊，然后胡锦涛啊，习近平啊，他们是从我们这里的画龙点睛，从我们这里采取把信息集中到中央去解决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提出了很多意见。包括那个空谈性资性社误国啊，实干改革开放兴邦，就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都是我们在招商局提出来，
后来就变成空谈误国实干兴嘛，这个口号的提出我是参与了的。但是制定这个江八点啊、这个一个中国我也是参与的，我是1995年元旦写的信，但是后来我的信1997年我在提出同心同国啊和平统一的这个政策的共建家园啊过海驻军这个决策的一个补充，这个也就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一个升级版的时候，和中央的这个啊习近平啊，不还那还没有习近平，和江泽民的一个笔杆子一个智囊，就是王沪宁是一个啊形而上学的一个啊一个就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虽然是一个笔杆子，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他在台湾问题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形而上学就是非此即彼一个错误，台湾问题应该是一此一彼，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就是借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概念上，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讲清楚，也不敢讲清楚，也讲不清楚，啊，所以呢就没有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就变成了农夫与蛇的关系。我在这里讲的就是毛泽东呢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时候他毛泽东最后去世之前后悔，就是改了国号这个情字，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国号，是一个政府。那么问题还在一个最大的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我们为什么到现在是越统越统越独，做了那么多会谈工作，好心都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一点收获？就像乌克兰，台湾为什么就像乌克兰一样呢？不过呢，他们还没有到乌克兰这种地步，还好啊，就是没到这主权独立的这个地步。要是搞成一国两制了，就变成了乌克兰了。啊，就变成了一种名存实亡，就变成了两个国，就变成了现在南北韩，那就更危险。所以邓小平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很危险的一个陷阱啊。第一个，这个设计者的，因为一国两台独港独啊，这个就是在我们在设计当中呢，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啊，维持香港的制度不变。啊，法律不变，教育不变，这个就落下了这么一个台独港独这么一个教育的后根。为什么不是严复说这个教育问题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前途，关系国家命运的前途问题？那么将来也是一个教育问题，将来我们国家世界全球化啊，这个国成为一个那个走向大同，也是一个教育的问题，都这个思想不断的新化新民嘛。后来我在1998年的时候提出个新民主义统一中国，现在后来我到了美国来又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就是说民和民心民力，而不用一国两制来统一中国。一国两制这个统一中国这个方法不对的，一混合制经济本来世界各国都有了，这个都不对的，还是要用一国一制。美国的50个联邦的 state， 但是都得一个国家有一个整体。One nation indivisible, and justice for all， 就是一个国家必须法律统一，这个最高的权力统一啊，你这个制度上的统一要不统一也好，这不行。你只有在为什么在美国在哪个权力上不统一，就是在这个行政的权力上的没有统一啊，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行政的。土地管辖权，这是他的土地方，这个呢也已经阻碍了高铁啊，还有怎么各个跨区的一个建设的一个一道墙，防火墙，就像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就不一样，对吧？他们就享受了一个啊有一定防火墙啊，这个我先不谈这个美国这个问题，我谈还是先把这个马英九、张亚中还有这个蔡英文。他们对这个九二共识和台湾这个主权，
还有中国大陆对这个台湾主权这个理解。中国大陆以为台湾人民是个谈判的对象，错了。中央政府怎么能够和2300万人去谈，去进行谈判呢？那么你现在国家是以国对国家，台湾是内政问题，但是内政问题的台湾现在谁在做内政？台湾的主啊，不是民进党，也不是国民党，是美国政府白宫在做这个台湾的主，是白宫在做民进党和那个国民党的主。你看这一点，虽然不在啊，虽然这个白宫呢不在台湾，只设立了一个最大的台湾办事处，那个 ACT， 不是 ACT，AIT， 就台湾美国驻台办事处是最大的情报机关。为什么？它是等于是台湾的总统府，真正遥感台湾、管理台湾的是这个美国驻台办事处。所以呢，大陆啊，几十年的1971年得到了那个恢复联合国恢复合法权利，1979年美中建交，一直到现在没有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致命的缺点、缺陷、一个漏洞，是没有找准啊你的目标、你的谈判对象。中国中央政府的谈判对象是美国白宫政府，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也就是你看美国建交的公报、山海公报，还有那个817公报，还有那个克林顿那个公报，都是和美国政府来谈台湾问题。美国政府解决了台湾问题的定位，才能解决台湾现在台湾2300万人的定位。因为这2300万人不是中国人管的，现在还不是中国人管的，现在是美国的内政按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就国内法管的，因为他美国把这2300万人当成是美国人来管的。这个关系 relation 呢，中国大陆没搞清楚，台湾人自己搞不清楚，台湾人自己搞不清楚自己的组织是谁啊，台湾的管理者和控制者是谁，只是说啊，美中打起来，台湾会美国会出兵，这个美国不会出兵，但是美国可以帮助台湾人民解决啊他们在美国的居住安全、移民问题，这就是美国关系，这个就理顺了啊。这个台湾人民啊，马英九没搞懂，对吧？总统也好，蔡英文也好，没搞懂自己的是属于谁的，是听谁的腔，听谁的哼。你看，蔡英文、马英九都不听都不听习近平的，不听习近平的话，听谁的话？听白宫的话，听特朗普，听这个拜登的话，听其他的各美国总统的话。所以这个台湾的凯林格林大道那些做台湾总统的这个算盘珠子是美国这个驻台办事处来拨乱的。现在大家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底，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这个台湾人民做不了自己的主。台湾人民不是自己当家做主啊，这个土地，这个台湾这个土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个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台湾这个土地，将来的管辖权都是属于啊，管辖权、治理权、驻军权都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和全中国14亿中国人民的，你只是 1.7% 的人啊的权利。你要自由，你要民主的价值可以，你也可以和中央政府去要求，但是中央不给你就是不给你，给你也只能是你在台湾也可以。那么谁给你呢？美国给你，所以你可以到美国去。这就是说台湾人民
啊，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啊，这个陆陆续续都到那个美国去华盛顿去朝拜啊？这个就像西藏人到那个布达拉宫去朝拜一样，啊，这个就千里迢迢去朝拜，这个就叫他的真正的信仰的这个组织啊，主人啊，上帝。那么在美国，所以这个呢，这个讲的美国有一句话说得好啊。From sea to Chinese sea， 就是你从台湾海峡，你到台湾海到美国的这个阳光海岸来，来吧，对吧 ？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 这个土地是你的，也是我的，这个土地也是我们的，大家共同来建设啊，叫美国优先啊，优先来建设美国的共同家园吧。这就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的本意呀，这个就是潜规则呀。中国14亿人没看懂这个里面的猫腻呀。我今天讲清楚了，这个也是一个无谓的希望。这个是这样子来处理，美国这样处理好不好呢？我认为啊，我不是汉奸，大家可以未来去想一想。这样的处理美国是非常高明的。中国如果答应了这个东西，看起来把这一部分啊，哪怕是2300万人都到美国去了，不可能啊。我估计至少来讲，很像像那个马英九啊，像那个张亚中啊，这些洪秀柱啊，这些还认为自己在大陆呢有很多影响力的，他们不会走的。他们会留在台湾继续建设台湾，但是我最坏最大的底线全部走，这个全部走才最有利于台湾。这个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台湾我可以重整江山啊，就打烂了这个台湾，我也可以重新建设台湾。重新布局，重新高铁布局，重新划分行政区，重新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城市台湾。啊，如果不打烂了啊，我们就地这个建设，我们也不要那些存着二心的人。就是说，你这个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那么我把这些人的三心二意的人啊，送到美国去，送到美国去，对美国也有好处，对中国也有好处。为什么说对着他把中华的文化传到美国去了？这个点，你如果中国人、大陆人传到美国去，美国人还会对你有隔阂。台湾人到了美国去，台湾人觉得他自己更像一个主人，更像一个奴才，更像一个皇民，对吧？所以呢，他更觉得自己呢，更容易融入到美国这种多元文化，这对美国来讲好。比墨西哥或者那些移民的素质高。第二个好处，对传播中华文明啊，对世界走向大同有好处。有更多的美国人就会懂得中国文化，更深的了解中国，更深的了解，更多的人关心中国未来的这个和平崛起也好，国家统一也好，走向世界大同也好，还有一个 T2 中美关系也好。更多的人接触了，还有会出更多的代旗，会出更多的余茂春，这些汉奸也好，那个贸易代表也好，并不是坏事，因为他懂得中国的另外一方面，就中国要知道自己的有两方面，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社会，中国社会里头也有共产党，也有反共产党的。这个地下的黑暗势力，叫黑恶势力，对吧？这都会有的。所以一个社会来讲，他你要那个水至清则无鱼啊，就养不活鱼了啊。正是因为他不清不白，那么把这些不清不白的人送到美国去，我们应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这对中国来讲叫的吃小亏占大便宜，对美国来说是占小便宜。但是我不是吃大亏，我对美国来讲，这些人对美国是一个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啊。他们如果叫他们个人来还不行，还不好，最好是团体来，因为团体来，他带有一个
有个团队精神，它便于管理，它便于形成合力，便于形成一个台湾的一个邻居或者一个一种发言，一个政治势力，在政治上呢，可以在政治舞台上，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可以保护，相对来说有了组织，有了这个团队，就可以保护在台湾的在美国的台湾人的企业利益、工人利益、农民利益，或者将来的小商小贩，还有老人利益。所以这个是蛋糕做大了，切再把它切好。大家明白了吗？大海和各位政治家和法律学者的分蛋糕的方法不一样，这个叫做误差分析法，这个也就叫做解决这个台湾这个囚徒困境纳什平衡这个分析方法。这个现在的世界三大难题我解决了一个了吧，就台湾问题解决了。美国问题在这里应该表现什么立场？中国政府应该表现什么立场？我刚才是讲侧重是台湾人民的选择。台湾人民有相当大的自由的选择权，就是在统一的过程当中，你愿意选择留在台湾，你就继续留下台湾；你选择去美国，你很高兴，很荣幸告诉你，美国给你敞开大门，你就把你的房子卖掉，把你家里安顿好，或者你先去，或者分批去，你不要去再去管台湾统一以后的政治，这个跟你没关系，因为你搞台独、搞独台，在未来的政权当中，这个是不会允许你的。就像亚速营一样，你搞纳粹，你搞民粹，你搞去中国化，这是不可以的。这个这个规则给你讲清楚，这个主权就是这样的，国家主义也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就是自由。这个自由的，在这个是最大限度上允许你到美国去享受人民的自由、人权自由、舆论的自由，你愿意说什么到美国去说。你在台湾说反共反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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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线统一以后就不可以了。1450你就一起走啊，什么时代革命啊，什么都一起走。另外那些诈骗犯、电信黑道的社会也最好走，因为你在将来的，你如果在台湾再继续搞这些黑道，香港不是没有黑道啊，澳门不是没有黑道，都被镇压下去了，对不对？都被打压下去了。你从良改正、更正，那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想继续这么靠着这个黑道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啊。今天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啊，就是台湾问题何去何从的一道，人民台湾人民这个2300万人民这个问题我解决了，和平解决了。李大海在这里就作为中国中华民国台湾人的一个之一吧，说了这么一点真话，给台湾人民这个创造这么一个平等的权益啊，叫这个你有两个双重国籍的权利，但是你一旦定下来以后就只能选择一个啊，二选一。这就我刚才你想到那个大老婆和二老婆那个分家产的时候就一样，我们现在是分中华民国台湾省这个剩余的家产，就是这么分。至于你说教育呀，那就选择大陆的好啊，还是选择美国的好啊，这个是你来决定。你因为各个家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恭喜你台湾人，现在这个你有两个选择，这就比你单从一个不愿意统一，你又不得不统一，比起拿起武器来去那个抵抗中国大陆的统一，这个要强多了。所以我就给你化解了，你不必去拿枪去保卫你那个民主自由，你那个蔡英文说那个民主自由那是一个泡沫，就像泽连斯基讲的那个伟大光荣的那个树立那个英雄形象，完全是一种泡沫，所以你不要去追求那个
他们那个树立起来那个纳粹那个形象，也不会死了这么多人，也不会树立一个啊，这个乌克兰现在死去的乌克兰，白白牺牲的这个乌克兰人。所以台湾人看明白了，不要做那些啊送死鬼，也不要去做掘墓人。你自己想过的好好的，你就是就像这咱们石油这个过去的时候，石油打败了，中央打败了啊，多少4600年以前，多少中国华夏的炎黄老祖宗们东渡白令海峡到美国去重建家园。现在台湾人啊，这个叫雁行，大雁行规则，现在大雁一样，候鸟一样，到了美国去，这个叫做什么？一个是雁行，有带队的，比如说马英九啊，或者朱立文呐、啊，还有这个现在要去的啊，包括韩国瑜，你都不一定留在台湾啊，你在美国，你可能会比你这个高雄市的那个视野更开阔啊。那么张亚中去争取那么一个台。好困难呢、啊、去争取一个台湾市呢台北市的高雄市的一个选民议员的选的资格，好不容易去选择一个那个中国国民党那个去谈，想以这个名义，国民党的名义去谈那个和平协议，死了心吧，这中国不会跟你去，中国国民党再也不会跟中国共产党去谈这个啊这个台湾问题主权问题了。和平协议也不会跟你谈，因为这和平协议最终的结果，你拿不了台湾的主，台湾的主在美国这个驻台协会的手里，啊，所以你那个就是一个代理人，你就是美国的一个代理人，所以中国大陆也明白了，这一仗打清醒了，啊，对，解决台湾问题是你自己，你愿意什么时候解决你什么时候解决，你不愿意解决。啊，你就不解决，你愿意解决，告诉你，台湾解决台湾问题不是蔡英文，不是和蔡英文谈，也不是和马英九谈，也不是和朱立伦谈，和美国总统谈，和美国的国务卿谈，这个问题叫纲举目张，这个就抓住了纲，下面问题就好解决了。台湾这个，你把台湾这个东西，台湾这个蛋糕就分成了。主权是一块，土地是一块，领海是一块，领空是一块，那些设备啊，现在固定资产是一块，然后你把这些东西都无所谓，对不对？资产这个财产部的，那么就人民是一块，还有政府是一块，政府现在全部要推翻，不管是什么，现在的政府等于是无效的政府，现在的选民选出来政府没有用，这个东西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以它是一个无效的政府，它是一个这个山寨，他是一个山寨的一个山寨王，就是个坐山雕啊，一个这个武装集团啊，所以说蔡英文说代表啊，他代表啊这个政府，代表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他代表不了美国，一句话让谁吴钊燮去下去，就吴钊燮下去，让尤其坤闭嘴，尤其坤就得闭嘴啊，让你那个蔡英文闭嘴，你蔡英文就不敢说一句话啊，特别是来了个军机，派了几个议员的，告诉你蔡英文你现在没有你说话的权利，蔡英文到现在不敢说话了，因为你再继续挑衅中国武统的，随时就准备武统了，对不对？就武统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了，所以现在这个叫做 clear 了。我讲完了一个问题，美国问题也清楚了。美国这么的，美国大多数人民包括议员都不懂这个台湾这个问题的实质。台湾问题他签订的时候，美国在法律上是很清晰的，他把这个中国分成了两块，一块叫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一块叫做人民与台湾人民的关系。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在数学问题几次都脱颖而出呢？就是因为我学会了，我用的数学分析法。数学分析法就是把你的
误差，你们的误差找出来，你们的差别找出来，你们的要求找出来，你有什么诉求啊？我不能够说按照我的要求来让你强行来答应，你的要求提出来，我的要求提出来，把这个两个人的强都提出来放在一起讨论，这个叫外交手段解决啊争议问题。争议问题怎么解决？那么就变成了这个做蛋糕的问题，怎么把蛋糕做大，怎么去把它切好啊？你切不好，大家这个就打起来，你切得好啊，你比如说猴子分香蕉也是这样的，猴子看到你这个猴子你给了三个，那个猴子给了两个，他香蕉不吃了，猴子都懂得这个道理，叫公，这叫做效益和公平，你公平才行。我现在呢，就第一个，我为什么一开始说时间是个舞台，效率是生命啊，效率讲究的法律效益公平，你必须讲究对台湾人的公平，你这样讲台湾人就很公平，我不愿意在你共产党的领导下啊，没有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我走，那你就走嘛，人挪活，树挪死嘛，因为台湾这个地方将来是要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制的，他要是搞社会主义好，搞国家管制，这国家利益是最高的原则啊，所以你人民想要自由，那你就到美国去嘛，到日本去嘛，到你可以收留你的地方去嘛。你如果到了美国去，你也得遵守美国的法律嘛，对吧？那么你要想搞法律，你想到台湾，你想搞独立，想搞自由，你到那什么亚特兰大去嘛，对吧？好，我就呢讲了第一个问题，讲清楚了。我第一个问题讲清楚了，我就觉得是我的这个价值观就跟大家讲清楚了。什么民主啊？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台湾的民主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面的后遗症。中国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搞民主。搞大民主、大辩论、大串联，还有个什么大字报。现在台湾这个民主就是中那个十年文革的形式。这种仇恨呢，就派性斗争。台湾这种政党之间的仇恨就是派性斗争。和那种造反派和保守派是一样，国民党就是保守派，那个保守中华民国的派，那个民进党就是造反派，就是文化大革命，搞的这一套形式就是窝里斗的形式，就是中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及这个搞这个全面的搞那种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瞒天过海、自欺欺人这一套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也说准了四川，台湾人搞的，说来说去搞的民主，搞的这个选票证，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是文化大革命的边际效应，或者叫边溢外溢效应，或者叫做什么呢？或者叫做延续，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延续。虽然有几十年，从2000年到现在20多年，这是仅仅是历史上的一瞬间。我把台湾问题讲的 clear， 我今天呢，我作为75年前我来到台湾，75年后我给台湾人民做了一个答卷，这也是我的一大，幸甚。我感觉到我这个也很轻松，我75岁，我今年75岁，我也很轻松。我也给大湾，我作为一个台湾的先行者，到大陆去到大陆参加大陆的这个建设、改革、开放、上学，我作为台湾人民的一个分子、先行者，我又从台湾又从大陆走到美国来，在美国建设新的家园。融入美国这种生活，也是台湾人民的先行者。我比这个马英九或者什么其他人呢，他们呢不一样，他们来了美国，他们又回去了。我在这里
进家园，啊，我把这个我最后的晚，因为我把美国也看成是我的祖国，我的外婆就是美国人。另外，4600年前的中国人的就开始移民到美国来，所以美国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沃土，是印第安人也好，或者是美国的考古工作者也好，我的姨父就是台南人，也叫番薯人，他写了一个文章叫番薯，也是台湾科学院那个副院长啊，叫张光直，他就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主任，他写了一个就是考古，他写了一个周商商殷周这个一个历史的那个一个历史的做一个记载，他填补了中国古代历史这个空白，也给美国印第安人美国的历史，还中国人亚裔和人在那个中在美洲这个建家园这么一个考古的一个人类学的一个介绍。我去前不久去印第安那个展览馆，我跟印第安那个展览馆的人说，我说这个印第安人很像中国人啊，我说都是像亚裔人，他说就是亚裔人啊。我心里啊一阵暖流，就是我来到美国，我不是一个外国人，我就是美国啊，中国人的后来者，就是现在的美国人，就是同心同国，就是我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我虽然我现在拿着中国护照，中国不承认是双重国籍啊，我拿着中国大使馆的护照，我又有美国这个总统啊授予的提名的美国总统的公民，我这一生在我安的我的坟墓也安排好了，美国我就在那个我那个老亲家那个。现在这个弗吉尼亚啊有个牧场，我已经买好了墓地啊，我觉得我女儿啊能够看一看我，当我走了以后，还有未来的台湾人来到美国的台湾人啊，你们来到美国也要感谢我，给你们在这里趟出了一条路，血路杀出了一条血路，欢迎你们来，等待你们在这儿带着热情，带着你的家人在这里建设美好的家园。这是我的希望，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也希望你们台湾人能够把美国当成自己的新家啊。这就像美国人都是外来移民组成的，你们作为一个新的美国的新企业，在这里做新美国人 New American，做一个合格的美国人，合格守法的，融入这个美国文化美国社会的那个新美国人，这是我的一个前沿，一个希望。另外我讲到第二个话题，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奉劝看看那个 Joe Biden 和那个安东尼，那么一定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你要旁观者清，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又是做一个总统的公民，你说我能够害你吗？我现在告诉你我的身份了啊！我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另外我既是民主党的这个总统的公民，我又是共和党的这个总统这个特朗普那个现当总统团队的那个 team 那个 member， 我就告诉你了啊，你跟中国去打冷战你是必输无疑，你跟中国去单独想搞一带一路，你就是在美国单独想搞一带一路，大美洲的一带一路离了中国也不行，但是你在加勒比海赶紧回来，加勒比海里守好你自己的这个家园，美国这个家园，
这个三定系啊，这个弗里尼亚就是个三定系的意思，把这个加勒比这个家园守护好，建设好，开发好，就像东盟一样，就像深圳大湾区一样，建设个大湾区。我原来啊小了，我原来想的那个在那个马里兰州搞一个小的那个小的试验区，小的试验区就马里兰那个港口城市，这首都的第一大港的港口城市。我现在记性不好了啊，我想做一个小马里兰，做一个美国的一个缩影，现在不行，我现在没有时间了，我现在余生呢也就是5年到10年吧啊，那么这那个估计在5年的时间，那这个还能有我，所以在5年的时间内，这时间就是我最后表演的舞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把这个舞台呢，就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啊，移植到美国来。这里面2-3亿美国人当中，只有我有这样的经验。虽然其他人都有这个经验，但是参与到这个决策和设计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呢，我是当中的一个排头兵啊，一个当然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参与的人多多益善啊。那么我现在，我至少我现在已经站到这个角色了，我已经担当起这个角色了，我就把这个美国有个牛仔精神，我就把这个担子，德克萨斯有一个牛仔精神，我就是德克萨斯的牛仔啊，我就是德克萨斯牛仔，我就把这个牛仔呢啊，这个挑起来，承担起这个美国这个啊，这个搞特区，搞大特区，搞这个搞合作，搞中美合作联合这个 T2 idea 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我希望拜登总统接受我这个概念还不行，因为拜登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还有他现在他的左右手，一个是沙利文，一个是安东尼布林肯，一个是沙利文。那么你们这两个左右手把这个策划好，把拜登和和习近平那个见面的程序安排好，就像基辛格安排那个尼克松访华一样，重新做一个安排，重新给这个，就像安排中国安排邓小平访问美洲，访问德克萨斯州啊，这样的一个安排，一个程序，1979年建交这么一个程序，你们做这个具体的工作，让拜登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去做一个美国的一个大国的领袖啊，一个改天换地，一个伟人，浩浩荡荡，就像罗斯福一样，去跟习近平去握手，去签订 T2 idea 啊，就像尼克松第二次握手一样，就是美中第二次握手。我这个设计叫 T2 idea， 你们把它设计好。今天是6月27号，是二十七号，26号。今天是6月26号，你们记住今天。那么过两天是7月4号 Independence Day， 你们在这个期间你要把这个设计，我今天为什么在这用这么快的直播，你这个任务就是给你们了，多少事从来急，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时间就是命令，时间就是你们的舞台了，效率就是优先，首先效率，时间效率，你没有效率，你就是对不起民主党，你对不起全美国人民，对不起啊子孙后代。你现在享受这个，你现在就有最后，你在台上就有这么一点的时间了，因为中期选举是你最后的舞台，最后的一场戏，最后这场戏还有2022的，还有这个中期选举到2024这个大选之前，还有这么一个短暂的叫回光返照这个时间，在这个夕阳无限好，你们这个时间就是你们这个拜登时间的最后时光。好，成也拜登，败也在拜登，决定拜登成败的就是你们啊！我不怪特朗普，我不怪拜登，
因为拜登年纪那么大了，他的接受新事物，接受这种数学概念啊，接受这种逻辑概念，接受我这种纳粹评论法，他恐怕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你们要清楚，你们要接受我这种分配台湾这个方法，台湾没有主权，所以把台湾这个舍掉台湾，放弃台湾这个主权，在台湾这个主权现在你在不是牢牢的掌握在台湾人民手里，也不是牢牢的掌握在蔡英文手里，是牢牢的掌握美国白宫手里，现在就是牢牢的掌握在拜登手里。说具体的，你把这个手一松，台湾主权回到中国大陆了，回到习近平手里了，习近平拿到你的手就接到了台湾的主权，2300万人台湾人的2020年的主权，你去放弃台湾的主权，这个就叫做一个中国的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同时台湾关系法讲清楚了，台湾人啊，我保留台湾人到美国建设美国共建美国的权利，给他们自由，我给他们自由，给他们建设家园的自由，给他们整体搬迁的自由啊，台积电也好，什么这那个先进物的，我不留在台湾啊，这个是美大陆说，大陆说你要带走就带走吧啊，技术我们将来会有的啊，面包我们会有的啊，这个那个什么，将来这个你带这些人和设备都带走啊，在美国去带动美国的生产力发展吧。你唯一能够现在能够美国解决美国的先进生产力的实体经济就是台积电，你就是美国的旗舰生产力的先进生产力，这样的美国该得到的东西，美国这个蛋糕就做大了，拜登这个团队就做大了，就给美国人民和美国的这个老百姓和美国那个南方的特区就点燃了一种，就叫我们叫做开山炮，所以我点叫开山炮，这个就是这个开了，你叫7月4号，我今天讲的是6月26号，你7月4号在 Independence Day 之前，你们这个团队拜登团队就是紧急调动起来，十个手指头弹钢琴，这个团队的精神呢展现出效率来，不要个人的拉一台戏，戴琪琪拉一台戏，拜登耶伦又拉一台戏，东拉一套戏，然后国防部长又去拉出一段，这个扯东扯榔头西扯皮，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就变成一盘散沙都不行。现在我就让你，我就一声令下，让你们紧紧地团结在拜登的周围，出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就是 T2 idea， 把这个我提出这个概念，你们去把它结构，把它这个骨架搭起来，这个结构搭起来了，你们就把它丰富的，把它具体化，把它细节化，细节决定成败啊，魔鬼就藏在细节里，把那些小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中国只要答应这个人，台湾人放给我，这就是我美国现在最需要拜登十年未来的两年要干出成绩来，要给美国人民一个 make a great again 的一个交代，要和共和党才叫这个比拼。如果你拜登办不成这件事，那么特朗普来办这件事，特朗普有很多点经典，很经典的话，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就像香港问题的要交给中国去管，这个特朗普这个态度就是我的态度。特朗普说台湾就是一个圆珠笔尖，中国是个桌子，汪洋大海，这个就是我的观点，台湾那个土地就是那么土地，你摆在那里，美国不可以在那里建军事基地，你没有任何意义，第一岛链已经名存实亡，你没有必要在那花费大量的精力，在那花大量的军费，在纳税人的钱在台湾这个身上，也不可以在第一岛链身上，没有意义，对美国人民的建设没有意义，所以你不如把台湾人，优秀的台湾人啊，招聘到收揽到美国来搞经济建设，包括在日本的韩国的，他们愿意离开韩国，愿意离开日本的啊，到美国来的那些优秀的人才都要，这叫做广开财路啊，财源广进啊，就天下没有不可以用的人，
这个美，这才叫美国，这个才叫海纳百川，这才像个大国的胸怀，对吧？你这个的中国人才会佩服你美国人呢，啊，有个老大有老大的样子嘛。这个是我给下的一个希望，我也希望我这是个指令，我希望这个是个那个一个 goal， 一个战略转移，这个是个设想，设想是怎么去完善它，那么就要靠你啊，安东尼那个布林肯啊，这个还有这个沙利文。最后第三点，我想这个人才安排上，我还是建议米歇尔奥巴马确实是一个人才。我是米歇尔奥巴马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母仪天下的形象，在他的是他配合的奥巴马那个办的那个十万强计划，就是美国培养未来人的计划。十万强计划就是把美国人派到中国去学习，去体验中国的改革开放，去认知中国社会的哪些优点哪些缺点，同时学习中国的文化，综合美国的文化带到美国来。综合就是创新，用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有了一个另外一个核心，这个就叫做那个严复跟布，这个严复和孙中山的关系。严复是主张教育革命的，我觉得米歇尔奥巴马就是一个未来的教育孩子，教育美国青年人，培养未来美国人这个胸怀天下那个 T2 精神的一个最主要的人。他的位置我也想好了，就是代替那个佩洛西的位置，就议长的位置。议长已经很年纪很大了啊，我们再让他做这个议长的工作，确实是勉为其难，力不从心。他有些的就又有些脑子有些糊涂了啊，他是有些说的话有些偏激，老了之后容易偏激。这也是我无谓的希望，我希望米歇尔用一个人就把一个国家给用活了，又把一代年轻人美国后来未来人才就培养活了，中美关系就搞活了。因为米歇尔这个形象代表了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形象，集智慧于一身啊，集大爱于一心啊，这个是我今天讲的第三个一希望。那么当然了，既然一个米歇尔成就一个米歇尔还不够，奥巴马当然会，奥巴马也有奥巴马的想法，对吧？奥巴马也是个人才，奥巴马克林顿呢？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希望拜登这次在中美贸易战当中呢，把那个骆家辉洪德培这些曾经担任过中美国驻华大使的这些大使的作用全部发挥出来，这个积极性发挥出来之后，历届的不管是国民民主党的也好，那个共和党的也好，把他们都用到必要的岗位上，给他们一定的工作。还有就准备和南方这些德克萨斯啊，还有这佛罗里达呀、加利福尼亚这些南方州打招呼，我们要搞改革，准备你们有没有兴趣搞改革？有兴趣搞改革，我们就一起啊，准备在这个未来的两年就开始下手，就和中国一起来，我们来合作来搞，来竞争，来吸引他们投资，有没有这样的准备？有没有就是舍得一身剐啊，把那个工人利益啊和什么那个先放一放啊，先把这个事业干起来，先把这个蛋糕做起来，先把这个合作的企业做起来，然后再考虑分配的问题。现在先啊，不要去考虑斤斤计较，我现在可以得到什么，眼前可以得到什么，我眼前的工人利益在哪里，这个眼前的利益都是次要的，都一定要把这个蛋糕做起来，把美国这个经济搞起来，
只要搞起来，实体经济搞起来，也一定能够搞起来。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再来把这个慢慢的，就像中国一样，中国用了40年，我们要用20年，可不可以？你用20年搞起来就行了，不要去当现在去一较高下，现在去一较高下是没有用的，韬光养晦一点啊。我为什么把美国的国旗放在下面，中国的国旗放在上面？就是水上善若水啊，水往低处走，水海能海纳百川，水美国就是一个大海，海纳百川啊，处下才能够容。你把自己放下来，你看为什么这叫懦夫策略呢？懦夫策略，我两个车现在在台海进行碰撞了，我放下这个，我先放生礼让三先，我一软，我一笑啊，让你先走，这一个动作就叫做智者为下啊，大者为下，智者为下，智者为能下啊，就是为下者才能为上，是吧？中国那个时候卑躬屈膝，为下他才能为，今天才能够崛起。他今天能够在你臣服在你们，就是为下，知道这个辩证的关系。只有在老老实实做小学生，以后才能做先生。所以我们不要现在打肿脸，一定要撑胖子，我一定比你强，我一定去争这个霸权。那么倒霉吃亏的就是美国人。我刚才讲了，现在在乌克兰危机，赶紧撒手。千万要不要再卷入进去了？现在你再卷进去，就美国就耗费卖，就是那个不断的那个什么那个，就劳命上的美国会被更大更大的危机就面临的来临了。欧洲也会卷进去，日本、澳洲这些都会莫名其妙的跟着你进去的啊，这个叫赔沙场，就像乌克兰那些雇佣军一样。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蛋糕做好了啊，我切了这么一个蛋糕，你选，你要中国那一块还是要美国这一块啊？我切好，我把这个蛋糕做好了，我切好了一个蛋糕，台湾人你选，你选中国啊，你要留在台湾就留在中国，你选，你要选在美国你就选在美国，这个道理叫我切你选，大家同意的话就给我这个保留一下，因为我现在 Facebook 的这个 Facebook 这个直播呀，都给我静音了，他怕我泄露这个国家机密，也给我怕我扰乱天下人的人心，所以你们这个节奏听到我这个讲话，这个是个福音呐、上帝给你传递的福音呐、God bless you 啊。谢谢大家 ，Thank you so much。天已经晚了，夕阳已经到了，夕阳无限好，希望大海给你带来一个愉快的心情。明天还会继续讲。大海75年前的今天，出生在中华民国台湾省台北市东门厅进宅二号一个外省人迁台新移民的家里。人生坎坷，只为一件大事而来，做好一件大事而去。现在我知道机会来了，这件大事就是做好中华民国的大蛋糕，再做一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小蛋糕。今天我在我75岁周岁的生日这一天，真的实实在在的做好了这大小两个不同口味的蛋糕。请允许我现在在2300万中华民国台湾人民面前，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和颜悦色、心平气和地邀请了美国的历任总统、中国政府的历任国家主席、中国台湾地区的历任地区领导人和各个不同政见诉求的台湾政党的领导人，以及台湾积极有为、大智大勇的年轻人们。看看大海当着大家的面，倾听各位人士的心声和诉求。从中华民国大蛋糕和中华民国台湾小蛋糕的礼品盒里切下一块奉献给您和您的家人，希望您和您的家人
能够笑纳大海捞针这一片赤子之心的心血和心意。请听一听我的心声。今天是2022年6月26日18:28 PM。